的移民走进考虑特区上，所以我总觉得这类的问题还会有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他这讲的漂亮能言可语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你知道我们北方话有一个词啊，叫有点粗啊，这叫驴粪蛋表面光。你知道什么叫驴粪蛋吗？驴粪的蛋吗？驴，你能说那有驴吗？有，就那 LV 那包不就驴吗？啊，驴，就是那个吗？驴，这驴粪蛋啊，表面光。我们这有这么一句话。不过现在发现这种美丽的包装，你知道，就是医院门口，我现在就发现我们有。